这边按两下，他自然按两下。啊，你就不要换了，他除了关你就不要换了，然后你就啊找吧。对。对，啊，你就跟着他找。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他的，你放低一点，放长一点，你觉得他很长，他就是他焦点。如果你觉得他很长，你这样他就不在焦点了。对呀，他就不在焦点嘛，就在焦点。对，那当时是他焦点，然后你可以跟着他旁边，让他稍微找。